야, 자, 니가 마마 쳐고 무기, 니가 마마. 뭐, 밑에, 마마, 밑에. 야, 코, 코, 코. 이, 얼, 사, 스. 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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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 그래, 아이, 아무것도 안 돼. 대답이 돼. 학교? 나냐, 학교? 啊，那些都当时当时个黑手。哎呀，你看，黑眼睛自己穿裤子啊，正一正，给他往那边拽一拽的。哎，哎呀，俺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你看，俺会自己穿裤子，自己穿衣服。特别是呢，昨天妈妈在床头放了一个闹钟，今天早晨闹钟一响，黑眼睛就自觉的起床了。俺也知道。把它连牛奶连面配一起，嗯，好吃是不是香啊？又香香的。啊，给大家看，这是昨天黑娘强画的啊，好好的这样对着手机，哎，画的。好，先去把这是积木还装桶里边去。放一起。对，你自己装。放一起。你自己装，我要写字，我要写写，我给你写写啊，你自己弄。老师说昨天和那个小一点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就是。比他们小了一个班儿，那小朋友一起玩，说黑娘强对你这小一点的小朋友，还挺友好的，就知道他知道照顾小孩子。以前呢，在学校里边搞活动的时候，老师就说过，这个黑娘强他就是那意思，挺愿意照顾小宝宝的。哪个小宝宝哭了哈，哪个小朋友哭了，他就赶快去告诉老师哈，他是这么样一个孩子。哼哼，看你黑娘强。真利索哈，在收拾玩具呢。嗯，在幼儿园也是玩具玩够了都要收拾起来，对不对？太坏了。这坏了就是你乱丢，到时候没看你一脚给踩碎了。那、嗯、对。妈妈踩了。没黑娘强踩的吧？妈妈踩了。有蚊子吗你还喷喷，你这小闺女你是。等天气热了再喷喷。喷喷呀。哎呀你看看那边的花都开了。妈妈妈妈喷喷。妈妈不用喷呢，哎呀好香了，嗯，这都是妈妈和黑娘强一起种的花，是不是，是我们俩一起种的，那一起种的花啊，嗯，拜拜，我要上幼儿园啦，你说你们在家听话，他记还和人家击掌了，嗯，你要说哦哈哟，嗯，对，哦哈哟高大姨妈是哦哈哟哎呦我的家长对嘘过去把鞋脱下去哈、啊、进到教室里边要跟森赛说森赛哦哈哟米娜桑哦哈哟那李海川应该怎么说啊应该怎么说、啊昨天去骨科给我闺女那个胳膊脱臼这个事儿，结算的时候，人家问我拿不拿这张粉色的纸，嗯，有了这张粉色的纸和没有这张粉色的纸，它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有了它能便宜，这个是我闺女出生的时候人家给的这张纸，就是类似于保险吧。比如说孩子半路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症状什么的，这个东西可能。就作为一个凭证吧，能帮你报销是什么东西的哈、嗯？就到六岁以后，这个就没有了，可能六岁以后看病什么的就要贵了哈。哎呀，终于把你就骨科的这个费用给你结算完了哈。那天当时给人家放了5000日元在这个地方啊，没用上那么些，就花了800日元，也就折合人民币40块钱吧哈。反正这里小孩子好像是，就刚才说了，小孩子可能6岁以前吧，像我闺女这个情况，这个市里边你看病的话，你就花800日元就行了。嗯，要是说出了这个市。可能你就得额外贵一些，就比如说上次我闺女在大阪，就是没有保险，没有人家大阪市内的保险，我好像当时花了7000日元，这个人民币得300-400块钱吧哈，就那么人家这么扭一下是一样的操作，但是你在市内和市外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哈。来来来，带上我的装备出发，我又来运动了，今天做个操，少做一会儿今天哈。做个操就回家。
哎呀，我这一活动都出汗，看我这个汗。那个老师还有大姐啊大姨们挺照顾我的，走的时候我跟老师说辛苦了，老师说那个什么是不是在后边看不大清楚，我说对，那老师说让我上前面，还有一个大姐说下次和我换换让我上她前面去，我说不用我不好意思，你说我这跳了不好的跟不上节奏了，我拱前边干啥打扰你别人是不是哈，我就跟后边跟着学跳就行了哈。姐妹们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东西哈，它分你的一些什么天生的东西，就是我们家里边的人吧，没有会唱歌跳舞的，就这个身体刚硬刚硬，特别是我这种体型就跟俺妈一样刚硬刚硬的。但是我觉得我闺女啊到了我闺女这一代可能基因能改变一下，山口吧还能唱个歌，我闺女现在虽然她3岁，但是你看她唱歌有节奏，跳舞能弄上那个点儿去，我呢是真的是没有乐感没有节奏感，天生唱歌跳舞不行，我希望我闺女这一代也能改变改变哈。在这运动的时候跟我一起学游泳的一个大叔，他应该也是每天都来运动哈，然后我就在躺着弄那个运动哈，你的大叔过来问到我你是不是一起学游泳的，我说是，然后呢我又去做别的器械的时候，你大叔也过来说听我说话就像是中国人或者是韩国人，就说话比较硬然后我说对，然后让我选择那个金锁的时候我直接选择一个沉一点的，我说我有肌肉哈，他就说对呀、啊、像个男人一样，哎呀我的妈呀，我好几年没被别人说我像男人了，好像哈就哪怕黑粉说我也没说我像男人大叔说我像男人，我是开跟我开玩笑的哈。我现在呢又来这个订蛋糕这个地方，明天我闺女幼儿园有一个送别会儿，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我问山口了，我说咱去玩的时候用不用准备点小点心，一个是说大家凑在一起玩怕人家别的家长给咱点心，咱没有点心回给人家哈，一个是考虑到我闺女不是4月份就要上新幼儿园嘛，也是跟他班里边的小朋友做一个道别吧啊，就是哈，哎不管怎么样吧，嗯我闺女这么10年这一两年吧在幼儿园边还挺开心的，嗯小朋友还有老师还都挺照顾的哈。我现在来买点小饼干，如果要是有机会的就给老师让老师跟班里边小朋友分享一下。3岁的小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给他吃这个吧，这个我觉得还有这个都是软软的哈，这两样东西吧。买好了，买了16份吧，我也不知道几个人不够，反正剩下的就给我闺女吃。看有一个玉兰花吧，看好漂亮，全是花。什么是那我说困难点呢，哎呦强大说了对了那些大家。好走上车。走上车。哎呦这一个小花朵呢，谁弄着这么一个小花朵放在这里边呢，哎呀这郁金香也好长长出来了啊，走上车了冷。那你吃啥去？那吃吃哪个？快点，坐冷冻。哇，今天穿衣服少了。那个，而且这个是个果冻啊！哎呀 ，Thank you 啊，难得是 Thank you。这个对。看着比较鼓里边哈。哎呦，这是不是你的爸爸？我做一个的。啊。哎呦，给爸爸吃了，谢谢你哈、啊。你这里边包了什么？给他讲啊？这小被上面是包了什么东西？这椅子上是什么？打开给妈妈看看。你哇，这回家之后把他，哎呀妈呀，撒么一种，把这玩具又放在椅子上了。哎呀，这两天又开始这么样弄了啊。哎，有粉丝朋友想看看，山口和我闺女看见我跳肚皮舞是怎么样一个感觉哈、我一会儿跳一段给他俩看看啊。然后我想可能开大一米点呢，我才是个 dance 思路 dance 你啊都你没见过什么百里谢里谢里百里谢里瓦哈路是啊，我百里谢里回来明天来开大一米点，给大米的，杨姐，你看妈妈跳个舞给你看看。我明天妈妈明天。好，1、2、3、4，你回来，哎，俺们上台了，给大米的。好。没在，没在，没弄一条狗。没关系。那得，好，我再去比，哎，我再去比。哎。みのちゃん、早く食べなさい。はい、座って。座らん。なんで？ひなが邪魔って見える。
是在什么光顾的吃海蛎子去了，没好好看我表演哈，下次再表演吧。今天这个海蛎子是个技术活，不大进入状态，这两个哈。我跳一西南都咋没有？那，那家吃不吃了？香香。哎呀，这个就是不大怎么新鲜感觉哈，没开口，没全部开口。他们做这样子。啊，这个，高兴的很。これ使って？うん。でも高いよこれ。うん。一点一キロ850円。うん。1.2公斤40多块钱。辛い。うん。もう最高は最初食べるとき美味しいよね。吃到最後就觉得。チョコレート食べるとき美味しい。うん、そうね。うん。たくさん食べて美味しくなった。うん。うん。はい、片付けてよ。はい。はい、食べ物。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猫、よか？いいよ。リヒナが怒るじゃない？大丈夫。リヒナよ。这怎么了？爸爸还不能吃饭吗你？看我们今天的饭菜挺丰盛的哈，看看，我用那个芦笋炒了个鸡蛋，这是弄的那个什么？关东煮，你看关东煮炖了这个萝卜，快打一空嘛，他不对。香香酱给你一块吃，来，这个好吃。嗯，这个是在超市买的炸的东西。有一些姐姐吧，就问我这个关东煮的调料和，和味增酱、大酱汤是什么区别？这个关东煮它是个粉末状的一个调料，你用清水煮东西就行了。大酱、味增酱呢，它是面酱，是像个面酱那个性质一样，但是不咸。关东煮炖的萝卜，大白萝卜把皮削一削，炖的稀烂的呢。有大葱。香香，啊对，香香啊，羊毛龟桑，没事。交作业了。45分钟学的肚皮舞，大家都没得，我等没得，没得我唱，唱到没得，我在听到当时听到本桥上了，并听到啊，一听到一，那边的声音，没得，哈克说没得。米姐，妈妈，哈气少，人家哈气少，我在听到当时个哈气少。